台湾体育场的国际足球媒体论坛，是客家电视台主办的2023足球媒体高峰会，今年是新台登场的。国内外的足球、公共媒体，还有三观好的专家学者齐中强卡，我来讨论两下的世界各足球媒体的情形，还有未来的方向是样的。现场最新的情形，我们出个本记者陈友新团体家做说明，有请。何主播2023足球媒体高峰会今日在中山文创园区举行，今日早上的重点是讲到足球媒体的现况，还有南北的发展。客家电视台嘛，特别邀请到境外的媒体，还有足球频道来到现场分享，包含纽西兰的毛利电视台，还有澳洲的苏格兰冠军媒体，跟挪威的三明电视台。其中毛利电视台的执行长就分享，面对纽西兰亚哈独独的挑战，就要经费，还有主流媒体的内容竞争，还有理念，听下来谈一下先前的说明。Proud to Māori, we will celebrate our 20 years next year. But actually, our history in media goes much, much further back than that.近年的电视台方面也邀请到原住民文化事业基金会跟公司好乐台，另外主办单位客家电视台也分享到传承就是亚夏而做的事情，故说以小节目就是南北发展的重点方向。客家电视以亚夏的三大策略，第一，客家电视要超越客家，第二，客家电视希望超越电视，第三，客家电视希望自家做到超越台湾。不过，用讲咧很简单，头前的二十年，安尼行到很辛苦咧，行啊，唔是讲，稍后来两二十年，行要遇到乜嘅竞争，乜嘅挑战。无论系境内还是境外嘅足球媒体，拢遇到真系蛮多困难。下组嘅论坛内容，慢慢针对亚地爱解决事情，去面出运用嘅用创新嘅文化 IP， 还是 AI 科技去解决。以上就系最新嘅现场消息，亚洲赶时间，交俾彭磊。